迪卡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窥见面风男频道消失了，有一个留言他教大家他怎么去检举的，他只是稍微分享一个，他就已经检举了15个影片，全部都检举成功，已经被移除了。大家也知道我们风男的频道被 ban 掉了，很多粉丝有问我为什么被 ban 掉，那是不是被检举的。那这阵子因为我看迪卡上有很多人在讨论，看到一篇文章，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，跟一些经验，关于频道是有没有办法被恶意检举掉这件事情。迪卡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窥见面风男频道消失了，重点不是发文的，有一个留言，那时候看到我觉得有点厉害。这个人呢，他叫做西北七，他的名字我不在骂他。YouTube 检举影片这边呢，有非常多的项目可以检举，比如说色情内容、暴力或令人反感的内容、仇恨或恶意内容、骚扰或霸凌、有害或危险举动、错误资讯、虐待儿童、法律问题、宣传恐怖主义、垃圾内容及误导性内容。老实说，光这些内容听起来就知道，八九成以上的频道都可以检举。所以他的检举的范围，我觉得有点太广泛了，他要怎么去判定，到现在都是一个谜。后面他就有跟大家说，网页版的检举跟 App 不一样。他这边主要在说的是，手机检举好像没什么用，大家要用网页的去检举。他教大家他怎么去检举的，所以这可能就是很多检举经验。他举个例子，他在 YT 看到可能有比较大尺度的国外影片，他用 App 检举，过了几个月影片都还在，但他用网页检举。网页它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标注时间，比如说三分钟的时候看到女生穿内衣，他觉得这是色情内容。比如说5分钟，他看到有小朋友在哭，他觉得是儿童暴力。他下面就有分享一个我觉得最可怕的，他分享了他检举的内容，他只是稍微分享一个，他就已经检举了15个影片，全部都检举成功，已经被移除了。通常会被移除的尺度就是警告红标，不然其实影片不会被移除掉。他甚至说他有用网页版检举某个歌手的 MV， 只是因为影片里面有小孩在哭，他就检举他，他就被黄标了。反正内容就大概是告诉大家说，你这样检举人家是可以成功的。那我们今天讨论的点就是恶意检举到底有没有可能把频道 ban 掉这件事情。以我们频道一个75万粉丝的频道来看的话，毕竟我们已经被 ban 掉了，到底是不是被检举掉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做确定。但我们经过了一些实证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被恶意检举的几率应该有到90%。频道会被 ban 掉，总共你要有3支警告。但我们频道其实最后后台只有1支。后面的事情会沿着时间，比如说你3个月内没有触犯是会消掉的，所以我们之前被禁了，我们就会乖。好了，也是我们的问题啊，反正就是我们就会把尺度缩很小，去撑过那个警告过去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自始至终我们都会保持频道最多就是1支，因为有1支是永久的，所以基本上不会被马上 ban 掉。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检举是可以成功？是因为我们有以前的影片后来被检举红标，出现了2支警告。大概是在今年初的时候，是关于一支柔道的影片，因为像那个时候奥运有红嘛，还有那个杨永伟嘛，那一部影片就是我们实测柔道的摔啊，反正我们就是实测了一个一般人被锁喉，但我们也是很安全，因为那个人是国手，那个人是专业的，他也会因我们的状况状态可不可以，我们也都有声明。过了1-2年后，那一支影片被红标，对，那时候2支，所以我们从年初之后其实就非常的乖，到这阵子突然要被。以尼克星的频道举例，他有一支道歉影片，那一阵子就很多迪卡的酸民也好，讨厌他的人也好啊，号召大家去检举他。那跟大家说，真的有用，因为他的道歉影片被检举到，只是讲话都可以黄标，因为有人特别标注，比如说他几分几秒说了一句。哦，他要跟谁约拳击，他要揍死他，就这样。他的影片没有盈利，然后被变黄标，那这样就可以知道，其实大量检举这件事是成立的。那以我另一个朋友的案子举例，他也是盈利有打开的频道，他有一支影片呢被系统侦测是黄标的影片。而照理来说，如果我今天是创作者，我觉得影片有问题，黄标合理，那我可能就会上片嘛，毕竟他可能有。它可以增加粉丝，或者它有其他的商业价值。因为他也刚做，他又是一个比较新的 YouTuber， 反正他那部影片其实是有一点触犯色情边缘，他就把黄标影片按人工审核，那支影片就审核之后直接变黄标，被删掉，多了一支警告。那这逻辑就是同理嘛，一个频道有问题的，只是没有被发现，经过了大量检举，等于频道会被 ban 掉，或是你会被进警告。这件事情建立在于，就是你频道本身可能就是危险边缘。其实大家在看 YouTube 也知道，我们频道的尺度大归大，但比我们大的其实非常多，但可能我们就做的比较讨厌吧。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跟大家说，你这样推算啊，你检举的这个频道就等于强制让 YouTube 去人工审核。就会有更多的眼睛来放大检视你的内容。今天一个人检举可能还好，100个人检举，那我今天是审核的人，我也会觉得，这个频道是不是很有问题？那我可能又发现了有疑似边缘，或是就是这种内容，那我可能就会用更高的处罚去判断这个频道。
因为已经这么多人发现了，所以其实它就是强制让你的频道被人工审核。所以如果你今天频道是有问题的话，那真的有风险。如果你真的惹到很多酸民或惹到讨厌的人，他可能用大量的账号大量的去攻击你的频道，找到你频道的问题点，比如说你讲的不该讲的话，你分享的不该分享的知识，或是你有色情，你有暴力言语，你有恐怖的想法，都有它的风险在。所以我们自己判断，我不能说一定，确实是可以把人家频道检举掉的。大家真的有兴趣也可以去查一下。还是应该出来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很多粉丝也有问我，陈威那边也先拍了嘛，大家也可以看陈威那边有讲什么，这边就比较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了，还有跟大家解释一些以前的东西，毕竟太多人在问了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很认真的跟我的粉丝或是支持我的人也好，跟大家道歉。后期也很多粉丝有在放在频道留言说，就是觉得就是不想拍啊，我觉得我的频道变掉了，因为可能有看早期影片就会知道，因为像早期我想出的系列都比较很像窥探，很像吃虫系列。早期的初衷其实是希望我们拍一点像是 circus 那样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有一点羞辱或者自己有一点受伤的事情，想要让大家看到是开心的。但我觉得我们是从接了第一支十位格业配之后开始有点变掉了，因为大家知道色情产业的钱给的比较多，那一块的内容又比较吸引人。像窥探大家都说为什么停了，因为它真的尺度大，全部都黄标，完全没有办法做获利的模式。想到频道的营运方式就是我们去做可能尺度比较大的内容，部分片段放在会员频道，码比较薄一点，让剩下还愿意支持我们的付费会员来维持我们的频道，不然我们后期真的是活不下去。因为很多人后期看到我很多影片甚至没有出现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内容真的没办法，跟原本的初衷已经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其实当下看到频道被 ban 掉的通知，其实我并没有很难过，但就是不舍，因为毕竟经营了六七年一个75万粉丝的频道。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老天爷给的停损点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止损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真要改变，甚至我在这些年我一直也跟陈威有讨论过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转型，应该要做这样的内容，因为这不符合大多数受众，也不符合这个市场的生存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坏事，至少会让我们去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做这样的内容。就像可能新认识朋友嘛，或者一些长辈，他可能问我说我们在拍什么，叫我把频道拿出去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就像你，哎、欸，你刚来，你爸妈不是也很担心我们？对啊，觉得你是坏人。就还有这个点，大家都觉得这我也是要解释一下。很多人觉得我们拍这些比较新三色的内容，我们跟一些网美啊，可能很好啊，拍过夜店啊、酒吧什么，我们就很会玩。但我必须要说，这七年我真的没有跟任何一个合作的网美干嘛，不然我们早就被挑出来干了，我们被凑成这样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干我们？我们甚至是拍完片的时候，跟王美基本上就是来宾关系。基本上我可能拍完片我就走了，你应该看过很多次了。基本上我一拍完片我就走了，我甚至很多连联系方式我都不会留，现在都可能让经纪人去对啊，让朋友去找朋友啊。甚至很多拍完片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这边还是要声明一下。甚至可以看我以前影片啊，连我前女友都出来帮我讲话啊。然后这边最后解释一下，有很多人说我们是不是赚钱就不接了？没有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们前面真的很穷，我们频道经营得非常辛苦。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有留一些记录，像是区块链游戏，当初有 GameFi 找我们不接，博弈的我们也不接。其实我们还是很多东西是有在主角的，是不希望让我们粉丝可能受到伤害或影响的。其实风暖频道到最后，我会继续留下拍片，因为成灰。他不像我，我可能比较多做生意的想法，是因为我家从小很辛苦嘛。像我国中，我就会去批衣服来卖；高中、大学，我会去工地上班。或者我会想一些生意可以做。光早期刚做风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弄了自创品牌，那个时候大概也赚了有百。然后我就是会去想一些副业去做。但陈辉他一直比较没有生意的想法，所以我们频道也没办法停，是因为那停了他就没办法吃饭。他会来台北也是因为为了来跟我拍片，为了我们一起组建风来，跟我创业一起做风来。那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拍片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该找回我当初拍片的初衷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拍片是非常开心的，但我们那时候老说根本没赚钱。当初风兰刚成立的时候是在一个顶楼的铁皮屋加盖，大家全部挤在那里，非常的简陋。我们拍一些很北南的东西就觉得好笑，我们自己看到很多留言是我们很开心，是因为甚至很多有些留言是说可能他有忧郁症，他真的是心理生病，看了我们的影片他觉得他很开心，因为他觉得我很北南。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要的，
想做，然后我想要继续拍片，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稍微有能力了，我想做一些真的对社会可能有帮助的，真的可以影响一些社会的，或是我自己想分享的。我现在只想做我想做的，我觉得开心有趣的。我可能也会拍像以前风来有一些比较大尺度的、比较疯狂的东西，但可能就不会是色情内容，可能就我们自己做一些很有趣的疯狂的事情，努力的避开 YouTube 的规则。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的频道啊，因为看起来我频道拍的都应该是没办法赚钱了。先预告一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就是我要去捐一万公斤的狗饲料，然后上一部影片大家应该看到，我也拿了500,000去给清寒家庭的朋友们。这个频道真的可能就是烧钱了。真的未来能打平，我觉得就很棒了。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看见，开始看见真实的我们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更支持陈威啊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他，付费订阅他，因为他现况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的。大致上就这样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然后我会再跟大家讲，或是在我的 IG 上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